你看。哎，死你啊，老哥！针尖巨风流，再配沙弹，好不好？一直无情的吸血，因为你视野攻是比较属于打一波流的，但是如果说你是持续一直吸，稳定吸的话，但会强一点。早安。嘟嘟嘟。兄弟们，我思考一下。哎，差点没选到！我刚才是好选手，我真的不知道选什么，选谁都不太对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我最后选这只好了。这一把，我跟你讲，这把的我一定是直接攻出蓝朵。这把我想直接出瞬间飓风，因为那个有麦克斯的情况，我直接打攻暴击流，因为我出视野攻又被他扛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等一下张古龙我可以碰哦，这把直接出攻出了。来，古龙可以碰，古龙碰完，我们直接再撞魔龙。来，揭开，起飞了我，开局大优势，啊蛋蛋记得留给我，咖喱阿妈他妈只有两颗蛋。等我们的辅助四等，下一波辅助就四等哦，不可惜四等就可以，等一下，哇你们要把他们吸引下来啊，他应该就是要让他送进来的。开底吗？哦哟，我来贴，nice， 蝴蝶直接跟上。哦哟，他想怎样？你想怎样？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这把这样子的开局对我来讲是最好的。由于我们现在大优势的情况，直接双吃龙了，兄弟们，要为团队带起更大的节奏。哎呦。OK， 直接入野了。OK， 直接入野了。这个洛奇有点会勾先打残。这起罗不是，这物体一定没大。拉一下哦。哦，这盾很脆哦。完了，我没了。既然我没了，赶紧把冰吃了。Nice， 把冰吃掉，我们也不亏啊。我们复活出来继续收野啊。这我们没办法。继续。来，我也能靠，他没大，直接逼他，我来收割，他死了，那也是，哎呀，那也是没办法，你刚剁了我，我还是得处理你。下路直接顺两波兵，血赚，我来补，这吕布直接让我发育啊。他知道这把的核心是谁啊？他知道这个蓝朵这一把跟他戳他的蓝朵不太一样啊，我们这个蓝朵的 level 是不太一样的。直接转，不贪，直接转，点到人，看一下他蓝区，因为他蓝快重生了，他应该会撞上去哦。我们等一下狠一点，是直接那个断兵线，我们等一下准备断兵线了。哦，吕布跟着过去，我们直接断兵线了。等等起罗过来单挑，我们应该不会怕他，应该是不会输到哪里去的，直接乱来了。然后我们等等，直接把这蓝区的视野给踩着，这蓝区视野直接卡着。麦克斯飞上去一定是有人，好不好？五分钟，我们把这蓝区踩好，踩完之后我们直接转下塔，然后让这吕布去卡。这吕布如果够聪明，就会直接进去了。没事，我应该还是能拆掉，麦克斯会来补。OK， 直接转了，这节奏 OK 吧，兄弟们？上路炸了，我们上下交换。打一下哦，小心。打二次进场，打一下，点个招。哎，这波能打哦，这波我们的局。这不行，没了，吸血。这三个我来补吧。先抢中，中线最重要，兄弟们，中线最重要。他没大，普攻就能打死他了。来，直接一个射两个。还敢偷啦？我这边是很狠的哦。没事，他不敢飞啊，他飞过来可能会被我瞬秒啊。我挺你。来，不急，不急。见个招，
一二全部骗掉，回走，回走，这个就不停了，无法停了，好没？哎，他是想飞，没事，这波我可以血量拉满。他不敢，他不敢，他不肯转过来，他转过来知道自己要找死。这波中路要帮忙补了，我队友一直裂掉，他们一直炸开啊。这里不知道会不会有陷阱，没有。我们只能再看我们的奇迹小手手出奇迹了。来啊，蓝区可以压，蓝区可以压，站在里面，啊，没人挺，感觉要蹲一下，蹲一波。啊，你没看到了？啊，你没看到了？你要顺钩了吗？你要顺钩了吗？哎，哇，捡到宝啊！这个宝直接冲他脸，飓风出来了，飓风出来了，骗掉，骗掉，骗招，骗招，走了，转线，转线，转线。我们这样装备已经成型了。其实这把我觉得，我直接出沙弹就好了，兄弟们，我真的直接出沙弹就好了。我们打平一流。我们已经出双爆了，所以我们补沙弹，两件暴击装 ，Go！ 吃吃吃吃吃吃 ，Nice！ 你看我们这个攻速感，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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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哎，死你啊，老哥，有够痛有够痛！哎，左边有陷阱啊，踩一下。左边有陷阱，我队友都不爱踩陷阱哎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叫入我来当大一波。抱歉，刚没位移，所以我还是要判他一下。绮罗没大，一凯局，绮罗没大，一凯战。两万，两万，两万，一万哦，上面应该有绮罗哦。好，人来喽，来，直接干他，直接干他，直接干他。Nice, nice, nice， 直接转中，直接转中，直接压中，直接压中。没事没事，不怕飞，不怕他飞，不要被打残就好了。来哦，中路哦。我看一下哦，他想起飞了吗？没有。来来来，撒娇撒娇撒娇，勾到 ，nice nice， 往后拉往后拉，丢龙丢龙。我能点我能点我能点，来哦，能打哦。来，我聚一点我聚一点，你快点，你看瞬间聚风流，再配沙弹好不好？一直无情的吸血，啊，看我点死他们，很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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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咪呀，哎呦，血量没了，回来继续吸就好了，直接上天筒，兄弟们。看，逼血逼血，真的没很怕，真的没很怕，走了，完美消耗，再转过来，继续点继续点，来走，哎，没有招式，点塔点塔点塔，这个输过分了。哎，靠背靠背，哎呀，我太入神了，没看到那个，没看到我被撞了，我太入神了，我点的太爽了，你知道吗？点过头了，没事，我们复活直接出来。复活出来继续干就好了，复活出来继续干。我可以停你哦，我可以停你哦，他刚跳过了，来，大绝直接进，普攻普攻普攻 ，GG， 看，攻速的比例就是这么的高，圣剑飓风好不好？这把就是最适合的狙，没事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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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他飞完等他飞完，等他两万，哎呦靠飞，刚刚刚刚刚刚，完了又要被撞了吗？那个是要起灯了吗？没点没点亮。一个沙弹直接吸满，我来了。哎，他飞错人哦。哎，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这边不想赢啊！来，你看，继续点，继续点，继续点，然后啦，呜呼，骗子！来，他没招了，他没招了。米挺，米挺，米挺，我在你后面。来，走，我吸血，我吸血。你看，刚刚我刚被追魂，其实血量还是吸很多，哦。这个不急哦，要打下一波。打上，打上。挡个狙，挡个狙，挡个狙！哎呦，你勾一个，你勾一个，先打人，先打人，先打人！来，我能补，狙了，联合吧，兄弟们，瞬间飓风沙弹，顺风无解装，好不好？好吸，一直吸。麦克斯对我来讲，基本上算半软皮了，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四软皮的情况，其实你沙弹其实是很强。再加上你用嗜血攻，其实去吸你被狙魂又被麦克斯狙魂，嗜血攻其实效益就很低，
那你应该选择沙旦这种持续续航型的，因为你四野宫是比较属于打一波流的。那你一波，你团战如果你是直接被可能直接被追捕，你其实你很难受。但是如果说你是持续一直吸、一直吸、一直吸、稳定吸的话，那其实沙旦会强一点。对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英雄。